你好，我是大山，我是声控测评家009。你这长耳妇，又想听我出啥？上次干冰冻万物，粉丝催更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我又想听脆脆的声音了。这次是评论区呼声最高的两种食物，奶油、西红柿。我也挺好奇是啥味儿。老规矩，先把干冰平铺在烤盘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铺上保鲜膜，接着放上西红柿，挤上奶油。等待一分钟。对了，干冰可不能直接食用哦。快吃，我听着。好了。神奇了，居然吃着和冰淇淋一模一样。这西红柿什么鬼，硬得像石头一样。你这切工不硬才怪。嗨，你想听脆脆的声音哪有那么麻烦，出来是薯片不就行了。快抚慰我受伤的耳朵。这薄脆感是不是你想听的？乐事的土豆都不烫瓢，是热水澡，这才是最大程度的保留脆感。听着还真不一样。那是，这样才能保证土豆完整结构，还会有不一样的薄脆口感啊。这样有多不一样的工艺，才能精确切出每片误差都不超过0.1毫米的标准薄切呀。惊呆了老铁，这都看得出来。那是，我的眼睛就是尺。家人们，下次还想看我干冰冻什么，评论告诉我哦。